各式各样的活动内容在今年寒假期间引起热烈回响，不管是适合亲子的迷你解说员营队、夜宿海参馆活动、与你同行后场体验，还有深入看濒危宝具后场的后场看个够体验活动，都让民众对屏东海参馆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屏东海参馆呢，一直以来都是大小朋友获取海洋知识的首选。那除了丰富的海洋生物的展示之外呢，我们也包含了各式各样的体验活动。那例如民众熟知的夜宿海参馆，那甚至是与你同行后场探秘体验，以及迷你解说员亲子营，那甚至包含我们今年全新推出的后场看个够，这种种的体验活动呢，都是希望让民众透过深度体验去认识更多的海洋生物。除了各项体验活动，目前正夯的沉浸式体验微光漂流也持续进行中。活动期间只要达成指定条件，就可参加几点活动，并且兑换限定礼物，欢迎民众踊跃参与。微光漂流的沉浸式体验，去一探这个奇幻以非常魔幻的深海的内太空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，民众还可以参加现场的几点活动，那集满四点呢，就可以在现场换取一个限定的微光漂流资料夹。那现在呢，刚好正面临的寒假尾声以及228连假，那民众都可以抓紧时间，透过这个假期来参加各式各样的海参馆的体验活动，甚至来海参馆现场参与各种的展示，来参观去认识各式各样的海洋生态。馆方强调，现正进入寒假尾声，也即将迎来228连假，屏东海参馆众多好康优惠，丰富的海洋生态知识绝不打烊，欢迎全台各地游客踊跃来走访，一起来感受丰富多元的海洋知识与奥妙。屏东新闻部听张志豪采访报道。